在这儿唱完那个第三句，是吧？嗯。然后呢，然后就进间奏了，对吧？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又开了。那个是在哪？那个地我们就在这里玩，就是。反正就是这一个，那我 dancer 也会在这一块。我的极限位置是哪里？就是是这个白线吗？如果我走到这儿，是不是离观众太近了？也还行。但这里会有光吗？有光。这里也有光，有面光。这里是没有观众的。这里没有，就是楼梯。那我。我想是电视下的时候就搞定了，我确实可以。对的，老师，就是那个安静的那个地方，然后起那个大曾相过，来。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太猛了，有点。这样会听舒服一点，进的力量也出来了，那就这样。相互问好，重复几次拥抱，然后四，你请大声欢
又是四级第二转位，绝对不是六，我觉得应该不是六，不是六，不是。呀，我怎么写的？这是你自己编的，我忘记了，我好几年了。但是重叠四五嘛，对，还是重叠那个音儿是四五四五，对，重叠了一下。大七，苏大七。我呼大一，对，算是。还是要四，还是四大七。再重四。对，你就轻轻。耶，对，这个是对的。OK。其实我是听，是吧？因为你再唱的话，就对 ，Drago 叫做发，对，或者说这个就是对的，对对。我觉得这个没得说，那就蹲下来啊！对对对对对，你是不是给大家一个特别选择性的那个？我又可以躺下来了。在这个地方的转对都可以，不限制你的话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们能从刚刚那个，就是这一段副歌开始。